嗨，大家，今天我来到了新竹市自由车场。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很常训练的时候会往这边经过，跑到十八街山，但我从来没有真正进来过。然后今天我就要来体验一下，因为有个场地在推广协会，然后今天我特别要来挑战一下，就是今天他们办了体验组跟全能组，会有200公里测验跟1公里的测验，那我们就来挑战一下，到底骑场内赛感觉怎么样吧？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绕圈热身当中，等一下我们就准备下场一起热身啦。想喝水，对，没有啦。他为什么手会这样拨一下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后面扶车的扶车员的话，可能会稍微就是偏摆一下，他会这样子来，就是要求我们来帮他做一个那个动作调整，好让他发车的时候会更加流畅。然后当我们听到预备的时候，他小我们的教练呢、啊，待会就会把他的屁股抬离开坐垫。那可以，大家可以看啊，看他的曲柄。是呈现一个比较算是45度的一个角度，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好发车的动作。待会我们就会可能会手一使用到的地方，可能我们的手臂的力量、腰的力量跟腿的部分，三点一致这样。来，预备，你看它会稍微往后有没有？然后做待会杠的时候，它会做出一个类似像那种弹射动作。好，棒。干！你为什么给我拉住啊？靠！不要啦，不要马上跑出去啊！等一下，欸、我这样奇怪，前面逮急，起跑架故障。预备，二，预备，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。刚已经骑完一圈了，他的成绩是1分29吗？还是二几？有点忘记了。然后现在是其他两个人要车，不好意思啊，排队中。我现在换上单速车，第一次骑有点恐怖，因为脚不能停脚。我待会要进行第一次测验，就是1公里。刚刚大家都已经测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因为我没骑过单速车，所以先适应一下，来感受一下加速的感觉。等一下要1000公里，1000公尺，准备开始。我们现在准备测验1公里，这是我第一次体验，就是用单速车，然后等一下要在这边3.333公尺的路线绕行三圈。看起来刚刚每个人到最后一圈那个脸都不是自己的脸，希望我等一下那个表情控管要做好，那照片不要拍出来太丑。等一下准备上线，哎，很紧张哎，希望他等一下可以帮我偷推一下，再推一下屁股。我问他，来，各位，等一下哦。
来帮我们的 Jerry 掌声鼓励一下，压力好大。对，今天是我们的 Jerry 的首次体验的我们那个场地啊。啊，待会要调整的挑战的项目的话是我们的1公里个人计时。我们有需要这样大会播报吗？哎，一定要的。对，这个场地333.33，哎，1公里的话，顾名思义就是骑三圈就好了啊。好，1公里很简单哎，骗了，车友只有三圈。对。只有三圈而已哦，大部分车友都是出去几百公里的，1公里而已啊，剑南路都4公里啊，没错，不用担心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准备开始了。好，好，我感受到 Jerry 在发抖了，没有了，兴奋在发抖，看到他最帅的啊，准备啊，预备 ，Go， 哎，好，可以啊。哎，整个软脚了啦，完蛋！哇哦，这个后坐力，我刚洗多少啊？15。可恶，输了。一秒而已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后一圈完全骑不动，不知道在骑什么，就只是惯性一直带。停下，讲不出话。脚好酸哦。干。还是不要乱呛人好了。啊！再看谁？可以，要正的吧。脚好酸啊！不要紧张，深呼吸。骑完了，终于可以讲话了。我们今天体验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。今天的那个1公里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超级爆炸。前面看他们骑啊，感觉绕三圈333公尺好像还好。但我实际去骑的时候，第一圈有点就是想要很快，因为我的目标就是骑比阿甘还快，但根本有点困难。他骑的速度真的非常快，他骑了1分21秒，然后我第一圈就骑蛮快。后来两圈我根本就是被这个惯性带着跑，我脚根本完全没力踩下去。总共我骑了1分25秒，我觉得初体验来讲还蛮满意的啦，因为在台北的那个关山河边，我怎么绕都90秒，已经是极限。那在这边这样绕三圈的惯性，可以踩到85，我觉得非常快，而且很好玩。然后今天就来这边体验推广，来这边体验他们的就是这个场地车、场地赛的一个推广活动，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好玩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啊，可以到脸书去搜寻 Track Favor， 就是新竹场地车同好会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他们每个月定期都会举办一些像这样的推广活动，大家就可以来到平常不太有机会体验的像这样的场地赛，然后在一些教练的指导之下去体验一些，不管是200公尺测验啊、1公里测验，都可以稍微知道，就是哇，原来场地赛的选手跟骑公路赛感觉非常不一样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来体验这个场地赛的过程啊，觉得很好玩，有机会再回来。我竟然是新竹人，在新竹长大，然后从来没有踏进来自行车场过，然后到现在开始骑脚踏车进来。好啦，以上就今天影片啦，我是你教练队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